早上的8:24呢、啊，我们啊，539会员社长开讲，今天再分一下啊，我们昨天为什么会中120,000，中六次啊啊，为什么会中120,000？我们都是签 A 组牌 ，B 组牌是给你做参考，你想签就签，0.1才300块的本钱啊，有时候中3星、4星，中94,000啊，这0.1就350块的本钱。A 组牌呢，我们全车2中1，昨天没中，如何赚啊？我们赚了6次是120,000，但是如何赚这个120,000呢？我们是用凹的，如果你没有那么多钱用，6000块的本钱，那你就用0.1是600块，600块呢赚6次就是1.2万，12000元，你一个月赚10000多也可以，你凹的也轻松，对不对？赚了6次用凹的，如何凹？第一次600，看清楚，第一次600，没中，一次再凹一次为150，因为它是1:4，所以要用150，600+150就750，二次本钱为750，请问你750赢回来，你是不是中2000？你本钱都还在，本钱都还在，你记住中的是2500，本钱都还在，600块的本钱。永远记住，我们是用凹的，这是我们获利的来源。你没有钱，你凹你就0.1嘛，一个月赚12000就可以了，你还要干什么？我们这边的这个照服务员就是生服务员，就是对不对？这个照服务员、生服务员，做8小时，拔屎拔尿，从早忙到晚，也不过赚20000，最早是25000。是不是25000就他的一半的薪水了？你还干什么？最高他妈现在才调了27000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就是看你的人力，赌博是靠你的本钱，看你的人力。